三月八日上午，吴京和老婆谢楠在微博晒出儿子们的近照。照片中，吴京蓄起胡须，抱着儿子，大儿子搞怪吐舌，小儿子表情呆萌，超可爱。吴京与小儿子的表情还神同步，同时吃手手，同时看镜头张嘴微笑，父子俩默契十足。果然，吴京的基因就是很强大，小儿子和吴京长相一模一样哦。谢楠还配文：听说我家妇女们要过节，父子俩吓得吃手手，吴京在家里也是玩得超级欢脱了，粉丝纷纷评论啊，可爱，哈哈哈哈，吃惊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